大家好，我是法海的 Dora 老师，教学大概超过了15年了。那在法海呢，教授空中跟地板两个种类课程的瑜伽。那今天呢，为同学们带来流动瑜伽，同学们经营的弹性，慢慢的跟老师的指令进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课程咯，请同学们带到婴儿室，把那两个膝盖并拢，臀部推回后脚跟哦，把你的两手往前延伸吐气，让额头降落在地板上，肩膀往下沉。我们在这里几个呼吸的停留，深吸气吐气，深吸气吐气，每次吐气把你的臀部推回到你的脚跟，尽量让腹部贴在你的胸口上。所以如果你的臀部做不到脚跟，你可以把你的膝盖肘打开，降落你身体的高度，把你的手肘微弯曲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好，下一个吸气，头抬，把上半身带起来。好，我们顺着臀部往上提起来之后，我们就带到四足跪姿。前段肩膀在你的手腕的正下方，肚子往内收紧，肩膀往下沉，然后两个膝盖打开，跟臀部一样的宽度，右脚往后伸直，把你的右脚踮脚尖，重心移动到你的右手，左手伸直耳朵的旁边。好，前段把你的左手肚子往内收紧的力量，左手延伸向前，提起你的右脚，把你的右脚的脚板勾。好，前段拉长的两三侧，把你的右脚往后踢出去，左手往前延伸，停留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保持这一切，右脚膝盖弯曲，把你的左手绕过你的后方，抓住你的脚板，头抬，胸上提，肩膀往下沉，停留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手松开。接下来把你的左手降落回地板，右脚回到你的地板上，左手穿过你的右手。好，请同学把你的左边的肩膀降落地板，把后脑勺也降落地板，右手伸直头上方，可以把你的手伸直或手肘微弯曲都很好。下巴寻找你的右边的胳肢窝，停留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右手轻推，把你的左手再次回正。好，请同学把你的右脚收回来，于是再次回到四足跪姿。接下来换边了，给脚背贴向地板哦。好，接下来把你的左脚往后伸直，踮脚尖，右手延伸耳朵的旁边，把你的左脚伸直举上。好，请同学不翻你的髋部哦，把你的髋部一样盖下来，左边的髋盖下来。脚板勾，右手延伸，左脚的脚跟踢向一道隐形的墙壁，停留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接下来把你的左脚膝盖弯曲，右手绕过你的背后，圈住你的左脚板，把这边胸上提，肩膀下沉，把你的视线看向远方，可以把你的手抓你的脚板，脚板去推你的左脚，右手抓脚板，然后左脚板去推你的右手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松开。好，请同学们把你的左脚回到地板上了，右手穿过你的左手，把我的左边的肩膀降落地板，可以把你的左手伸直头上方，用手掌跟撑着你的地板，然后把你的下巴寻找左边的胳肢窝，停留，五、四。三、二、一，接下来左手一推，把我的右手收回来。好，请同学再次回到你的四足跪姿了。接下来，请同学踮脚尖，把膝盖微微的离开地板，停留在这里。膝盖离开地板大概五公分，我用腹部核心的力量 hold 住，把我们手推你的地板哦。撑住，尾骨往内卷向你的后脚跟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吸气，推到下犬式，吐气，完整的吐气。
两脚踮脚尖，膝盖轮流弯曲，右脚膝盖弯曲，左脚膝盖弯曲，放松一下你的后腿筋。两个膝盖轮流弯曲，同时去整理一下你的脊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得到安静的停留，吐气。肩膀远离你的耳朵，手掌根推地板，尾骨往内卷上你的后脚跟，腹部收，肋骨收，胳肢往上拎起来，保持你的耳朵在上手臂的左右两侧。停留了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下一个吸气，两脚踮脚尖，右脚一步往前跨到两手中间。我们带到弓箭步，左脚摇一摇去到最远的后方，两手扶着你的右膝盖。吸气，把上半身带起，两手伸直耳朵旁边，肩膀往后往下沉。深深的吸气，身体长高，吐气，身体往前45度，身体不动，手指向地板，指向后方，指向天花板。吸气，把上半身带起，我们做3次，吐气，身体往前45度，手指往下、往后、往上，耳膝上，吐气，身体往前45度，手指往下、往后、往上，再次吸气，停留，肩膀往后往下沉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吐气，缓缓地把你的手降落回地板，把你的左手按压在肩膀的正下方。吸气，右手往天花板的方向打开。好，请跟左手推地板，想象我的右手快要碰到天花板了。右脚的脚跟往后，左脚的脚跟往前，两脚互相拉向彼此，让身体更多的打开，同时右髋的外侧会感觉到有点酸紧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一，吐气，左手右手下。好，请同学们把左边的膝盖降落地板，伸直你的右脚，把臀部往后退，脚板勾，吐气前弯，对着向下。你可以善用你的砖哦，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，如果你的手肘没有降落地板的同学，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砖上，或是高高的都很好。如果你可以像我一样手肘放地板，同学就这么做，脚板勾回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吸气，把上半身带起，右脚踩下，按压住地板，右脚往后，再次回到下犬式，吐气，停留，把呼吸调顺，深深的吸，深深的吐，换边。下一个吸气，两脚踮脚尖，左脚一步往前跨到两手中间，把你的右脚摇一摇去到自己的后方，一样带到弓箭步，两手扶着你的左膝盖。吸气，把上半身带起，两手高举耳朵旁边的肩膀往后往下沉。还有弓箭的右脚尽量伸直，吐气，身体往前45度，手指往下、往后、往上。吸气，我们做3次哦。第二次吐气，身体往前45度，手指往下、往后、往上。吸气，最后一次吐气，身体往前45度，手指往下、往后、往上。三吸上，停留，尾骨往内卷向后脚跟，肩膀往后往下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带着这一份稳定，把你的身体慢慢的右手降落回地板，再次吸气，左手往天花板的方向打开。好，请同学们手掌，右手的手掌推住地板，把我的两脚互相拉向彼此，右大腿后侧往上拎起来，左手延伸天花板，享受身体的拉伸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吐气，左手下。缓缓地降落右膝盖，可以把你的右边膝盖屈到最远的后方哦。接下来把你的左脚伸直，左脚的脚板勾，吐气前弯，对着向下。可以把你的手肘降落回地板，让你的左边的胸口粘在你的左大腿上，往这个方向走。深吸气，深吐气，放松你的下背部，同时拉伸你的左大腿后侧。停留，五、四、三、
二一，吸气，把上半身带起来，好，前段左脚往后回到你的下犬式，吐气，慢的胸口往下沉，深深的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接下来有点小小平衡的挑战哦，请对方的左脚外八，把你的左脚踩外八了，然后把你的左脚右脚提起来，重心放在你的右手，肚子往内收紧，把你的左手轻轻的圈住你的左脚板，同手同脚抓，保持你的下犬式的体式不改变。还有空间的同学，你可以右脚压脚背，把我的右脚往天花板的方向拉高更多，五四三二一，把我的左手松开，右脚降落地板，回到下犬式，从这里开始出发，把我的右脚歪八，右脚踩稳，举起你的左脚，重心放在你的左手，手掌跟推地板，松开你的右手，圈住你的右脚板，然后把你的左脚压脚背，然后请推慢的左脚往天花板的方向拉伸，肩膀往下沉，胸口往下沉，五四三二一，右手松开，回到地板，再把你的左脚降落地板，回到下犬式，吐气，很好。下个吸气，两脚踮脚尖，膝盖弯曲，右脚再次往前一步。好，前头们再次回到弓箭步了，左脚摇一摇，去到自己的后方，把你的左膝盖降落地板，再次把上半身带起，吸气，两手再次高举了。前头把你的手肘弯曲 ，Anjaneyasana， 胸上提，肩膀下沉，做一些小小的后弯，尾骨卷向了后脚跟了，把你的胸口延伸向天花板，深吸气，深吐气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吸气，两手伸直，吐气，把你的胸口放在你的大腿上，右边的胸口放在右大腿，手轻轻的放在地板上，稍事停留一下下。好，接下来把你的右手左手带到你的右脚，然后把你的右脚像帆船一样翻开，把你的右手的手肘降落地板，左手的手肘降落地板。好，请同学把你的手肘弯曲降落地板，让你的左膝盖离地，很好。停留，五、四、三，去感觉右臀部外侧的拉伸。你们手肘有点轻推地板哦，把你的右脚跟你的左脚互相拉向彼此，胸口往下沉，叹一口气，融化你的肩胛骨，往脊椎中间集中哦，融化你的心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好，吐气。把我的左膝盖降落地板，右脚踩回去，我们要换边的，然后请同学们右脚往后，再次回到下犬式，调整一下你下犬式的距离。下一个吸气，两脚踮脚尖，左脚一步往前跨到两手中间，右膝盖降落地板。好，吸气，再次把上半身带起。好，那边吸气，把你的两手高举，吐气，手肘弯曲成投降的姿势，一些些的后弯，不往内收紧，尾骨往内卷啊。请同学们把你的右膝盖跟左脚跟互相拉向彼此，胸上提，肩膀下沉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吸气，缓缓把你的身体带回来，把我的左边的腹部粘在你的左大腿上，稍事休息一下。好，接下来把你的左手带到左脚的内侧，再让你的两个手肘降落回地板，然后把你的左边的膝盖往外打开，左脚像帆船一样翻开，让你的手肘降落地板，善用你的砖哦。下个吸气，把你的右膝盖离地，肩膀往后往下沉，停留。请同学把你的右边的髋盖下来，盖向地板，右大腿后侧往上拎起来，力量不改变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
一，很好。右膝盖降落地板，把上半身带起来。好，请问再次把你左脚回到下犬式，吐气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接一个维尼亚萨拉，膝盖跪，下巴胸口贴地，把你的手肘弯曲。好，请同学们带到我们的Cobra， 把身体往前趴下，旋转一下你的肩膀，胸上提，肩膀下沉，手肘往内夹，吐气。把身体再次降落回地板，两手带到胸口两侧，旋转一下你的肩膀，吸气 ，Cobra， 让你的腹部不要离开，肚子不要离开地板，吐气。最后一次，吸气，停留，胸上提，肩膀下沉，不耸肩哦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吐气，手掌跟轻推。经过四足跪姿，我们带到下犬式，吐气，完整的吐气，深吸，深吐。好，再一次把你的两脚踮脚尖，膝盖弯曲，把你的两手走回两脚走回两手中间。好的，吸气，两脚并拢哦，把你的手轻轻的放在你的小腿的前侧，延伸你的头顶，吐气。前弯，把身体对折向下。第二次吸气，胸上提，脊椎延伸，头顶延伸向正前方，两手放在你的膝盖上方，小腿前侧就好。吐气，再次前弯。人们可以给自己很深的一个拥抱，两手扣住你的后脚跟，或是抱小腿。如果我的腹部黏不到大腿的同学，也可以把你的膝盖微弯曲，然后让你的腹部黏在大腿，停留在这里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接下来请同学把你的膝盖弯曲，我们带到座椅式，乌卡塔萨纳，两手伸直耳朵，肩膀往后往下，把两手胸前合掌。转身向右，左手的手肘顶住右膝盖的外侧，然后把你的下巴旋转，右边的肩膀视线看向天花板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吸气回中间，回到座椅式，乌卡塔萨纳。再次把你的两手胸前合掌，右手的手肘顶住左膝盖的外侧。再把你的身体扭转到左斜前方，跟左手推右手，右手的手肘推左膝盖的外侧，再把你的右肩膀往前，左肩膀往后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吸气回中间，再次带到座椅式，乌卡塔萨纳。吸气长高，吐气前弯，身体深深的对折。吸气，再次把你的两手放在你的膝盖上方，吐气，再把你的身体对折。最后一次，两手延伸耳朵的旁边，吸气，完整的把上半身带起，完全的起身，接一个后弯，胸上提，肩膀下沉，把你的胸口完全的打开。吸气，回中间，两手胸前合掌，手放松，很好。好，接下来请同学们回到垫子上方，做一些骆驼式，斜斜的后弯，然后请同学们把你的两脚踮脚尖，两手叉腰，旋转一下你的肩膀，尾骨往内卷向耻骨，臀往向往前推，肩胛往后夹紧，把你的上半身往上连起来，肩膀往下沉，视线看向天花板，头边往后掉，停留，五、四。三、二、一，吸气回中间，脚背贴地板，臀部推回你的后脚跟。我们要做第二次，把你的手松松的，放松一下你的手背。好的，我们再次第二次，两手叉腰，可以同学把你的脚背贴向地板，旋转一下你的肩膀，尾骨往内卷向耻骨的力量，臀部往前推，手肘往内夹紧。胸上提，肩膀下沉，把你的眼睛看向你的天花板。如果在更多加深的同学，可以把你的手去寻找你的脚跟，手轻轻的扶着你的脚跟，再把你的胸上提，肩膀下沉，停留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
左手回来擦腰，右手回来擦腰，肚子往内收紧。好吧，那身体回来了，臀部退回后脚跟，两手握拳相叠，把额头放在你的拳头上，肩膀往后往下，呼吸，把你的呼吸调整，稍事停留一下下。好，缓缓的把你的手松开，把上半身再次带起，好吗？好，接下来请你回到跪在我们的瑜伽垫的最左侧，跪在我们的瑜伽垫的最尾端。好，前推，把你的两脚并拢了，把你的手再次带到身体的两侧，肩膀往后往下沉，停在这里几个呼吸，把你的呼吸调顺，五、四、三，吸气，两手高举，把你的身体转身向右，吐气，手轻轻的放在我的右手放在地板上，左手放在你的右膝盖的外侧，小小的一点点的扭转，可以把你眼睛轻轻的闭上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把气吐光，下一个吸气。把身体举上，吐气，转身向左，可以把你的右手轻轻的扶着你的左膝盖，左手放在我的臀部的后方就好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吸气，把你的两手回到中间，吐气，请对把你的手降落回地板，额头再次贴地。好，下一个吸气，头抬，我们又回到四足跪姿了。好，我要带到大猫式的这个动作，把你的两个膝盖整个打开，然后请同学把你的右脚侧向你的右边，左手穿过你的右手。刚在上课之前，我们有做过一个膝盖并拢的动作，把我的左手穿过右手，把我的后脑勺降落在地板上，右手撑着头上方的地板，然后前推右脚踮脚尖，稍作停留在这里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把你的右手轻推，把上半身慢慢的带回来，把你的左手收回来，可以保持这一切不动，把你的两手往前延伸，让你的下巴胸口贴地。如果你的下巴胸口贴不到地板，同学你就停留在手肘弯曲就好哦。还有空间的同学，你可以把你的整个手肘微微的左右打开，下巴胸口贴向地板，两手往前延伸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手肘一推，把上半身带回来。好，同学把你的右脚收回来，我们换边了。把我的左脚侧向我的左边，右手穿过你的左手，让你的右手的手臂整个降落回地板，所以我们带到大猫式，把你的左边下巴旋到左边的胳肢窝，把你的左手往头上方延伸，左手的手掌可以撑住地板，如果你柔软度弹性好的同学，也可以把你的左手的手肘弯曲，让你的左手的手肘左边的肩膀往地板的方向降落，你都可以带到任何一个你要加深的动作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左手轻推，好，请对方的右手回来，保持你的脚不动，接下来往前趴下，把你的两手往前延伸的手肘放地板，或是把你的手肘微弯曲都很好，下巴胸口贴地，停留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吸气，把身体带回来。好，请推把你的上半身带回来了，把你的左脚也收回来，臀部推回你的后脚跟，好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躺下了，请推转身呢，然后躺在我的垫子上方了，把你的身体慢慢的躺下。好，请推两脚膝盖弯曲踩地板，右脚像翘二郎腿一样，把你的右脚放在我的左膝盖上，两手圈住你的左小腿，把你的肩膀往后往下沉，停留，放松一下你的下背部，可以把你的眼睛轻轻的闭上，
吸气，呼气，五、四、三，脚背可以很放松。二、一，好，缓缓的手松开，换边了，把你的右脚放下来，换你的左脚像翘二郎腿一样，两手圈住你的右小腿前侧，然后一样，把你的小腿脚背放松，把你的肩膀整个背部平贴在地板上。还有空间，同学把右大腿往身体的方向慢慢的靠近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手松开。好，请同学把你的两脚慢慢的往前。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桥式哦，把你的两个膝盖弯曲踩地板，同学们量测一下，手指尖轻轻的碰到后脚跟，然后吸气，把你的臀部往上推高，然后吐气，慢慢的把臀部降落回地板。最后一次，卷尾骨，臀部往上推高，把臀部往上推高之后，肩膀、肩胛骨往内夹，停留，五、四。三、二、一，慢慢的把你的背部往地板的方向降落。好，再次把膝盖弯向胸口，两手环抱住你的小腿，下背部轻一折，摇晃，摇晃一下。好，请同学环抱住你的小腿不动哦，下巴往内收，把你的气吐光，深吸气。下一个吐气，头颈部肩膀离开你的地板，你可以把你的两手交叉抓脚板，然后让你的下巴碰触到你的膝盖，停留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吸气，手松开。好，请同学们来到你的躺姿，我们就带到 Shavasana， 把你的两脚往前伸直，躺在你的瑜伽垫上。好，请同学们把你的两手带到身体的两侧，让你的胳肢窝有空间，然后让你的腋下有空间，把下巴往内收紧，肩膀往下沉。当你躺姿在地板上的腰椎会有自然的弧度哦。把你的眼睛轻轻的闭上，下巴往内收，深吸气，深吐气，把刚刚伸展的酸紧通通都丢给地板，感觉身体很多的放松。吸气，吐气，吸气。吐气，请同学把你的意识带回来了，手动一动，脚动一动，手脚轻轻的动一动，摇一摇。再次把你的两个膝盖弯向胸口，两手环抱你的小腿，下背部轻一折，摇晃。请同学完全的侧躺到右侧，把你的左手轻推，让身体推坐起来。好，同学回到你的垫子上方了，然后把你的脚前后往内收。坐在你的坐骨上，大家还好吗？我们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参与。Namaste。